以前电视在演歌仔戏那么夯的时候，有试着跟爷爷说，哎，你们要不要也去电视上演过吗？因为那时候是杨丽花，就一团杨丽花嘛。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团，不只是杨丽花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妈妈还不够气候，然后我妈妈又是26岁才开始学歌仔戏，差超远的，没有办法跟杨丽花 PK。其实杨丽花老师他们的戏都是打一个主角，就是打杨丽花，帅好看，可以吸当时的粉丝。嗯，我们其他的主角们都不够上。爷爷可以娶到6个，对啊，还有6个老婆，哎，没有一个上相的。我爷爷很帅，但是我奶奶就好像还好。就最后惹到的完全是自己家族的人。明华园总团一直都是以打团体战为主，很要求那个戏剧结构，每个人都要有戏啊。